动取消了，怎么现在才说啊？跟他连线吧，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千万不能给我出岔子。哎，秋英，你到了没啊？你让他赶紧看官微啊！五分钟之前说了，顾芳因为身体原因，活动被临时取消了。啊？刘总，活动取消了？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不管谁出的状况，这次公司投入了这么多资源，绝对不能开天窗。我告诉你，刘英，30秒内我要看到你开始直播，必须在线。不是刘总，喂，刘总，秋英她一个人，她能行吗？我是游星视频的前方主持人秋英，今天为大家带来巅峰的最新资讯。怎么办啊，刘总，实时数据一直在往下掉。你说这大家都是来看顾放的，那现在活动取消了，咱们这直播也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吧？不行，不能停，咱们现在巅峰的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推上去吗？没有，你让他想想办法，这次的直播绝对不能停。可是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这次直播如果停了，咱们可以考虑集体回家。看来今天大家的参与度非常的高嘛，可是很遗憾呢，今天的活动临时被取消了。我也非常的惋惜，传奇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。这样吧，我代表游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节目，也为传奇加油打气，大家不要走开哦。大家稍等片刻。节目马上开始了，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。不赖嘛，没有活动自己创造一个活动。这是不是今天要举行粉丝见面会的地方？对啊，这个赵阳，要不是他，今天我能见着秋英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在酒吧门口看着他跟季帅聊可久了。我好像也看他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是不是找死？知道是啥了？季帅，你认识这个秋英？你跟他挺熟的哈？介绍我认识认识呗，我关注他好久。这种演技浮夸、智商欠费，用电竞博人气的人，我能跟他仇吗？季帅就是季帅，火眼金睛。舒服。好，人数上去了。现在，你把顾放和吉祥宫那个视频传上去。刘总，那段视频上传上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打铁要趁热，快传。哦，对了，官微也要快。我觉得比那个明星蜜啊也差不到哪去。哎呀呀呀，你拿他跟蜜啊比，空哥一会儿揍你。为什么呀？季帅可是蜜啊的脑残粉。什么脑残粉？跟你们讲，空哥比较专情，收集起蜜啊的专辑那叫一虔诚，对不对？一张专辑买3盘，听一盘存一盘，随身还得带一盘。对，每天还对着喊报磕3个响头呢。没有，他跳这个舞跟米娅确实挺像的。空哥，你跟他熟吗？
空哥，米娅离你太远，要不你将就将就，把她收了。睡觉去。